进攻月亮国。丫丫，时间不多了。大家，在恐爪龙攻过来之前，一定要布下陷阱。这次我们要把所有食草龙一网打尽。爸爸没有完成的事，我要替他完成。丫丫，我们一起来守护这里吧。冲啊！结束了。我们才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弱小。哎，你不觉得很可怕吗？